浩浩，你爸爸呢？你找我爸干什么？找你爸有点事嘛。你找我爸能有什么事？不就借钱吗？看你这话讲的，好像舅舅是专门来借钱似的。这不舅舅最近手头上有点紧吗？那你找错人了，我爸打钱借给你，他就会被人揍。谁敢揍他？我妈呀。那怎么办呢？你不信是吧？我打电话给我妈。可以，你赶紧打。那我现在打，你听好了。好。喂，妈妈，有人上门来借钱，同意吗？有人上门借钱啊？对啊。不借就不借，我还不稀罕借你的钱呢。哦，舅舅不要走。哎，浩浩，你舅舅人呢？哪里去了？他生气先走了。你这人怎么这样的？我不跟你说叫他留下来，不要让他走吗？那谁让你把他惹生气了吗？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就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不说是你舅舅，非要说亲戚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？是你不见了，舅舅也是亲戚啊。哎，你这臭小子还有理了是吧？你来投。